王妃，我们会成功吗？ 眼下只能奋力一试了。他要是率兵强攻，徽州是不是就破城了？宋将军和穆将军都在，哪那么容易破城？再说，大王正在赶来营救我们。 玉秀，别怕，我们谁都不能怕。你记得我曾经答应过你，我要带你去看皇城美景，我要带你去吃京城美味佳肴，我还要跟你一起分享我的好酒。我们谁都不会死。 王妃，对不起。